手爸妈日记啊，孕妇是很辛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他们刚好是嘴巴说说哦，好辛苦好辛苦，你把自己怀孕你根本没办法体会啦，所以我们今天搞了这个东西，你看夹肚子，你要想看这个细胶，你看哎，这细胶的感觉很像那种乳克那种细胶，你拍起来会有声音，不要，你看哎，这个四公斤，我们今天就要穿上它，让我来体验一下孕妇。一天辛劳啊！好嘞，这是我们今天来进行我们一日系列，一日孕妇系列，来体验一下，我就这样背一整天哦，看是什么样的感受。对，哎呦，起床了啊、哦！孕妇要起床，直接爬不起来。好，等一下啊、哦！啊，要侧躺了，好像。啊，现在一开始就这么难过。啊、哦，还放凉晒嘞。那整个肚子挡在这里是没办法处理呢。好，那你打人，这样子比较好大。我大便要这样子了哈，孕妇大便都是这个姿势比较舒服。哦，这孕妇哦，我都这么大，走路都马卡飞飞较舒服。我终于能体会什么孕妇走路都要脚开开，这样就舒服了。好要求啊，这个怀孕爬楼梯，就像你搬四公斤的重物一样啊，爬两步就喘了哦。穿鞋子出门也是一个考验哦。啊、哦，脚伸不太起来呢。安全衣就无鞋带啦，即种无鞋带就不安全嘞。我、哦、连穿裤子也是个考验呢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！哇、哦！啊、哦！可能失力嘞。先拿起来扣好了，扣好不？怎么扣的？哎，对。哦，穿裤子这么难穿。啊、哦，这个做下事啦，扫地吸地啦，差不多一分钟就累了，一直弯腰一直顶嘞，哦，很像哈姆立克嘞，好像人家压你肚子，人家催肚子快。啊、哦，老公做啦，怀孕的时候我们家是老公，老公做啦。哦，孕妇出门最麻烦，你看哦，啊、哦，上个摩托车就这么不方便啦、啊，啊，我摩托车一直骑，你个哆哆哆哆哆哆，哦，待会嘞路过给你起你口来。老公，有咩流汤地无？老公。啊，钱掉了，真难捡。啊、哦！我的姐跟钱儿也这么难过。哎，那吃饭呢？饱还是没饱不知道啊，反正肚子就是这样压着，这样子的吧，这样子腰。反正夏天怀孕了是要不得，腰是有高落来啦，这个照了会起落来，你买多了两条更高，不要来啊！到了晚上睡觉，没办法正躺哈、哦，肚子是压着，哦，就当哎，侧躺也不舒服啊，别说正哎，正躺就是被鬼压床啊，哦。啊，上场舒服一点。流满身汗。孕妇第一件事情先剪短头发。哎，好搞乱呀！辛苦光。哎，真的不简单哎。哎，一整天下来真的是辛苦啦。我可以解脱一下吗？不行不行。啊，不行，这是。快找工位了。哦，这真的不是人干的。然后现在一路上哦，看到孕妇哦，体贴一下，让位给她坐哈，请帮她拿个东西，跟她说你辛苦了。就现在这赶快啦。哎，一个就这么重，双胞胎还得了？真的。哦，不会踢你哎。我还会踢是？对。哦，没想到踢他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一日孕妇体验成功。好，孝顺妈妈，听妈妈的话，知不知道，小朋友？啊，不，那来抽奖了，抽这个，好不好？搞不好你会想要。很定的。妈妈应该也想要。对，叫小孩背。好了，来抽奖了、哦。有想要的可以留言跟我讲一下，体验一下什么是孕妇了哈、哦。妈妈真伟大了啊、哦，孕妇真辛苦。